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批评过呢？如果当你被人批评的时候，你的态度，你的回应会是怎样呢？如果有人跟你说，你这个人真的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你的反应会是怎样？可能你会说，为什么说我言语粗俗？你们做证人，做证人，我有没有说过粗口？接着你就找证人，找证据。